每当夜幕降临，成都景外中心旁的广场上便会慢慢聚集起人群，等待一场盛大的锅庄舞会。12月26号晚上8点，灯光亮起，舞会拉开帷幕。在队伍前排领舞的95后藏族姑娘雍吉，来自四川阿坝州金川县。2021年，雍吉与两位藏族好友组建了灼热茶姆锅庄团队，购置了灯光音响，开始在广场上跳锅庄。慢慢的，围观并参与进来跳锅庄的市民越来越多，团队的专业舞者也增加到30余位。我们锅庄团队的名字叫做灼热茶姆，就是欢乐壮观的舞场的意思。就是我们团队的话，刚开始是由我们3个人，就是因为热爱舞蹈，趣味相投，然后就是说想要主办这样一个舞场。目前就是舞场的话，跳舞的加上我们的观众的话，应该有几百，大几百，有时候有可能还会就是说7-8百这样一个情况。雍吉在成都的工作是一名幼儿园老师，每天放学后便会来到广场和团队成员一起领舞。每晚8点到9点半和大家一起跳几十曲的锅庄舞，已经成为他生活中雷打不动的事情。锅庄舞对我的意味着，就是说生命中不可缺少一部分吧。因为我个人的话是非常喜欢和热爱我们的这个锅庄舞，现在看到就是各民族的朋友们给我的一个反应的话，就是很喜欢我们的这个样的一个锅庄舞。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来到我们的景外中心与我们一起跳锅庄，然后就是看到这样一个情况的话，就是自己也是发自内心的开心。然后因为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一个锅庄舞，也让很多的人，就是包括国内国外线上线下的人，知道了一个藏族的一个锅庄舞，然后的话也是非常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。锅庄舞是藏族3大民间舞蹈之一，藏语中为圆圈歌舞。对于附近的居民来说，晚饭后围成圈跳锅庄舞，如今已经成为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。我们自从跳了这个舞，说句老实话，现在参与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你看嘛，每天晚上这么多人，李社区、万岁区，他们要自己编舞，然后带我们跳，我们跳不来噻，他们就在前头教我们，我们在第二排、第三排学习。他们这个团队成立跳舞到现在，不同的都在参与这个，老人、外国友人，然后小孩儿，多得很的在参与，给成都市民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氛围。那个锅庄的音乐乐器比较好，也有节奏感，给大家带来生活的愉悦。随着自媒体传播以及附近居民的口口相传，前来学习交流的舞者逐渐增多。雍吉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的交流，能够在锅庄舞中融入新的表演创作。我们这边跳的话，就是基本上每个地区的风格都有，对，每个就是每个地区的舞蹈的一个风格都会跳，没有说我们只跳那个地方或者这个地方的，没有，因为都是一个锅庄舞，就是说不断要去学习，或者说不断要去互相交流嘛。然后也有很多就是说从外地的朋友呀、锅庄团队呀到我们这里来互相交流学习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过程，也是把就是每个地区不一样的舞蹈都带到这里来，让更多的人来看见。